驯龙妖夹，这边拿钢龙的那个巨魔素材也不错。麒麟角，攻击。嗯，哎，都没存到，气死！气死！哎，真的很不爽哎！快哦，快来哦！他刚刚跑掉，你先打。哪里站的？要一起打？不会啦，你那么勇健，我快死了。这招没有用了，我用过了。快了啦，珠子插一插就进去了。他武功快断了。啊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打人。今天吃 K， 吃生命，不是生命保险，吃个那个大毅力，感觉很安全。开始。打。我就好不爽哦！打！辛辛苦苦用半天，突然东西不见，我懂，全部都白费。本来今天高高兴兴，你为什么要说这个话？这种话？哇哦！哇哦！他被救了，他被当生命体了。体力，浑身，太多爪痕了吧？体力，我都要爱 fuck。浑身，高高兴兴，干你老死，干你老死！操！杨泉中毒啦！我中毒了！妈，奇面族，钢龙会有毒哦！奇面族。我先打吗？我快好了，信我这一波。那我先照旗面。快哦，我放爆桶了。白痴哦，插错了。这边看起来不能撞啊，直接爆不赢了。真的快龙击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啊，看好！哦，走！回避猪！我起来，在。暴风圈正中央，回避是一格吗？回避是两等的。哦，好，啊，没得差了。好啦，体力值。不知道塞什么，就是攻击跟体力塞了。欸，我这是穿到衣装了，白痴。啊，这个差攻哦，然后前天又刷到两颗攻击珠，欸。他现在攻击数多到哭啊！真的，我要的是超心跟痛击啊！以前攻击刷的要死要活，不知道在干嘛的，现在是随便给。我想说，穿甲弹，设定弹种穿甲弹，我来了。不下来怎么撞墙？我真的好痛苦。哇，他刚好落在地。哦，有撞到。晚点要去打七七一一的，跟你错开有没有？什么七七一一的跟我错开？那个啊。他说巨魔的，哎、欸，
不要。你觉得如何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就去打你那边的没差、啊。我现在也是帮三江拿东西。就他要打的刚好都是我比较的。在那之前，我都可以打，我是全部打。在那之前有一个鹿珊瑚的水要先打，那是我的。可以啊，我鹿珊瑚就是要鹿珊瑚漆啊。啊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森林还是皇帝？你是瘴气跟什么？没有那个 HTT。我是瘴气森林，两个都有啊。哦，那我皇帝跟那个珊瑚啊。啊，不然我雪原跟龙岩地带好了。不是说龙岩的出来就可以再升一个到七了吗？我想要把龙岩地带也升到七。哦，好啊。我是为了抓毛吉，我也是想抓毛，我也是之后要抓毛吉的话，我就会退了，嗯，一个退掉了，那也是之后的事啊，我现在不考虑毛吉，是生态专家，我好痛苦，叫你换侧家，你又不要，你没叫我换，看到他你就该换了。啊，这套是精神抖擞、欸。哎，水。嗯。我来了。在哪儿？哦，找到了。哎、欸，芯片组在揍他。倒了。睡着了。芯片组拉水。刚好强啊！不要再给我飞战核桃了！不要再给我飞战核桃！这天气好想泡温泉哦！你还提温泉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对耶，我应该是刚刚在犹豫插什么，应该插地质学哈。我以为那个是你必备，已经插好了。关东塔打钢龙好，好无感哦，逛不进去啊，他那个弓。今天好像是斗阵特工，对，我的火爆钢球的造型啊！哎呦！哎、欸，我没有，我不是他晕啊！哎，他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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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被风，被风暴来吹我！最后一关。
这风是要转多久啊？来死！哇哇，换我了吗？我们的召唤师死了。可以撞，这里怎么还有头风？转身，没有转身，不动一动。那边，没有。哎呦，有翅膀插到了。啊，没地质学好亏。过不去啊，他那个风堵在门口。还可以再撞一次哦，可是我没石头。好。哦，我走到飞机里。啊！哎呀，我被吹下了。哎。哎，白痴！哦，我去补血。我这套，哦，我要被我自己气死。没有生命粉尘大、啊，用到旧的设定，我的什么粉尘怎么会是鬼人粉尘、硬化粉尘啦？哎不，我的，我看到了两个，哇，神圣彗星反射力量，真的是神圣彗星反射力量。我真的很讨厌风。我回去补一下水，水快喝完了。补士的重要性。应该说，生命大粉尘的重要性。我刚刚傻的时候发现不对，总是硬化粉尘。昨天的我在想什么？昨天的你，我昨天在一直弄装备，就是弄散弹的那个箱子嘛，侧甲箱子，然后贯通箱子。跟青奴散弹的箱子弄一弄，好发现全部好像都是粉鬼人粉尘，宿醉。走喽！哎，我本应装到了一个爆弹，不过也炸到他，好笑。一酷索！还可以撞。你太高了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寻找石头中。我滚！我撞！我挡！我撞！哎呀！哎，难得哎！对啊。哎，我知道那个100多伤害是哪来的了啦。是那个江江的啦，106那个。对啊，我想说导虫，不是导虫啦，猎虫有时候80几算100多。但是江江那个炮的
三八起码会爆一个106。哦，想说是打到眼睛是不是？因为位置都很像。我睡了，哦，感谢。我又睡了。旁边这只啊，熄灭组吗？嗯，对，刚刚那个状况是队友快死，帮他加防御力一样。布朗姆，火场怪力哦！啊，太多风了！哇哇哇哇哇！缩写耶！我大伊利啊！哦，我还是对不起。前面猪又钻出来了，小心！地心窜出，从地心中窜出，来自深渊。咬我！哦、好像补血哦，我回去换，等一下换补妆好了。哎、欸，他突然转头了。累了，他回去十五趴，我爆骷髅头了。感谢队长，没有你，我们真的不知道骷髅头。怎么可能？你不是做装模的吗？但我看不到骷髅头啊。可以看血量啊。我看不到骷髅头，骷髅头比较准好吗？像你那天，你看，我说还有，我说还有21%，你就说可以死，可以打了，可以打一样。睡了吧，睡了吧。科技来自于人性，睡着睡着。人就是懒，才有科技的进化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有人扮蛋哦，上上场没拿到的蛋。好啦，既然都带出来了，大家，皆さん，这里撞得过去吗？哎、欸，有生命粉尘哎、欸！原来这不是樱花药，樱花粉尘哦、喔。谁要撞？谁要撞？撞哪里？啊，不然就直接开了啦，直接开了啦。起来，好来。啊，一二三。不用啊，他在跟我不一样啊，我会看。我跟他的不是同步的。抱歉，抱歉。然后喜欢喊一二三嘛。好，可以，喊得不错。被撞哦，没石头，不能撞啊，不能撞了，没事，不用石头了。反正怎么了？我怕反正哎，大的，好，哦呦。他还是炸你半血，蜜虫再见了，蜜虫，我要牺牲掉你了。我刚刚就是想说，我旁边有蜜虫，就死了。哎、欸，钢龙怕什么雷？啊，算了，他快死了。钢龙怕人雷他，所以他都自己来。1200。哎哎哎，我的 fail。废哦！废油啊！我的废油、欸、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！我听到有人叮了，我也听到了，好像是远方那个穿了亮晶晶的，哎、欸。怎么又有一个啊？谁啦？好像是我旁边这个头很蓬的那个、欸。没有吧？你说起灭族吗？对啊。
他偷你宝玉啊？对，他最贱。不仅凶财龙会偷，不止。那天，他的凶财龙被、欸、凶，是啊，你的凶财龙不是被那个吗？金丝面金龙打掉，又被吃掉。对啊，我的凶财龙把面金龙吃了，然后面金龙从他肚子里剖腹冲出来。哇！我这次的奖励只有三个钢的喉咙铃，跟三个古龙的镜体，还有一个王凯。冲他！冲他！冲他！不要！不要！凶爪！打完了、啊，那凶爪打斩斩龙打完就去开你们的那个吧，陆山虎，因为我没办法打水啊。啊，那个还有黑战狼、啊，战痕。黑战。黑战痕。黑战狼。黑战痕鸟狼。黑战鸟痕狼。黑色站着尿尿，样样都这样夸张，只有在洗澡的时候。我不想知道吧？看，最好最好还有人在洗澡的时候还要跑去马桶。有啊，哎、欸，就是有啊。谁啦？这么不环保？啊，我黑狼鸟只有五只哎、欸，我不想叫。看到。那等一下被古龙剖腹，我怎么办？凉拌。跟我们一起玩等级赛，你首先要来这边，你等级要100啊！你要100啊，呆喽！来了，而且连黄路恐怕都是立在黄路恐怕靠腰还是古代树的。要被会被喷死了。我确认一下，我要的是不是？要三个。不用确认啦、啊，就是立战黑狼鸟撞几次墙，捡一捡就有了。哎、欸，讲个好消息。哎、欸，黄怒恐暴小金。哎呦！立战黑狼鸟大金。哇！哦两只都狩猎好像来不及，选一只啊，黑狼吧，因为黄鹿的话还遇得到啊，哦、啊，骨头地图遇得到，对，黑狼普通地图遇不到。那三个是在同一个地方吗？请问？是啊，他们都是古代树的、啊。没有，我说他们的位置，不是说地区。猫、哦、的黑狼鸟好像要走下来的，嗨。看到我了，那是走，那是，呜呼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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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是不动了，是不是都要打这个那是才会回来啊？还是要这个？哎、欸，凶爪又被恐暴叼着走了啦！难怪他们两个一直在一起。哎、欸，他自己中陷阱了。哦，这是上一场的陷阱。对。哇，这个铺垫。位置有点烂，先下来了。哇老在刚来还是拍大是怎样不不不不不他有点太会动了我软脸，再软。我讲过了，感谢你的再次提醒。黑狼鸟啊，打黑狼鸟。
鸟鸟，倒冲千花。打完黑狼鸟恐怕没跑的话，再来打恐怕。喷火啦！啊！我反正我一直架好架满，被他踩了一下。哇哦！恐干来，恐干单子凶耍来了。我刚就看得到。丢他大便呐！丢他大便！拜托！我在被追，我没办法。我找到，他一直追我。又在凶耍。等一下，他一直追我。再丢一次就好了，好，两个都丢。可以。他。哦、我以为他还要爬上去，再把它叼起来。他想跳上去了吗？他最好这样跳了上去了。哎、欸，凶爪没走。快、okay ！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我遇着恐暴。冲啊！他说：“我的刀鞘呢？”不用了啦！别吓我，一直按错键。别撞！干嘛吓我？一跳跳！我再丢一颗，往黑狼里面跑了。好、啊，完了，他们看起来是两群巨剧毒啊！剧毒啊！哎、欸，他倒了、欸！他被锁好倒了。哎呦！哦，哎、欸，等不等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咪咪呀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狂客，狂客，不用怕。哎呦，我也喝了，我也喝了。又跑了。他们两只都是走同一个路的。不玩呀，我们分叉了，分叉了。分叉了。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假救套。每次分叉都会想到那个什么蓝色大门。有没有看过吗？有啊。